等一下阿神啊，他不知道在说些啥子。喂，哦，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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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好，晚上好，你好，晚上好，晚上好，哎，我们今天，今天呢，哎，对，不要再用这种奇奇怪怪的腔调讲话了。今天呢，我们就来跟阿神两个人，哎，我，哎，阿神跟阿神两个人呢，我们要来抽，哎，满命的夜兰。不过，哎，今天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阿神这个菜逼吧，他那个刚开始玩的时候，他刚开始玩的时候，夜兰期已经过了。为了让我们的比赛稍微公平一点点，所以等等呢，我跟阿神两个人呢，哎，要先来看阿神先把第一只夜兰给他抽出来。哎，在这之前，哎。在这之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想要选夜兰为我第一个满命角色。哎，对你来说也是第一只吗？对，对我来说也是。哦，那你等一下分享一下。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夜兰会是我第一只满命角色。我只能说，好不好？因为我没有夜兰，但是我可以从角色图鉴里面点开夜兰给大家看。那为什么我会选他做满命的夜兰角色？当然是因为他的骰子很大，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他的字非常好看，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呢，是他的意象非常的香，就是整个角色看起来都是非常漂亮。然后第四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哦，当然是因为他的这个六命非常非常之厉害，他这个六命跟核弹没两样。哎，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一开始的时候先来看看阿谦好不好？先来看看阿谦他的画面。我这边多抽了30抽啊，就是上一次跟你们在抽我们的这个海哥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个30抽，对对对，我还是要硬挤出一只夜兰嘛。好了，没错，赶快速度的好不好？不要浪费大家金哦，没有啦，这样太快了，是不是？怎么办？不会吧？哎，不能歪哦，不能歪哦，不要歪哦。有了，有了，金色，来夜兰，究竟阿谦的第一只夜兰会不会歪嘞？放啊！双蛋黄。好 ，OK， 应该已经差不多要来一个金色，谢谢，我快掰不下去了。好了，这一定有的。各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先来热身热身，看一下阿谦今天的运气。哎，骑士的运气感觉好像挺糟的。那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呢，是阿谦他现在已经抽到了一只夜兰。那接着换我，哎，我跟阿谦两个人呢。哎，要来把我们的夜兰给他抽到满命哦！好，来，我赶快速速的跟大家，好不好？所有人，不管是阿神的观众爸爸们，还是我这边的千宝，赶快速速跟你们讲，我们等一下呢，马上来开个投票，好不好？我这边也开个投票，你那边也开个投票。那我这边因为有赌一些千宝币啊，这个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这边马上开一个5分钟的投票系统，看谁能够先抽满6只夜兰。等一下我们会10抽10抽一起的十抽，看谁先把6只夜兰。给抽完，谁就是我们今天的赢家，好不好？没错，没错。今天谁会先满命？今天谁能先抽满6只夜兰？好，开盘。那接着虎们，这个10万块台币已经给他砸下去了。今天的目标。我要赶快到我要抽卡的地方，我要去找夜兰。夜兰有一个抽卡的地方。没错。我不想到，我不想到那个成岩巨渊里面去抽，因为那里太黑了，好不好？它会遮住我的那个，遮住我发财的那种，遮住我那个就是、欸、你要想光明的感觉。你越黑的地方，金光来的时候越亮，有没有？金光不来，不来我就那就脸黑黑啊，不然怎么办？我就一直在黑暗中了，是不是？我就不出去了是吗？好没有了，走，我们到群玉阁的，我看看哦。就到正面去的地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夜兰呢。为什么他在大世界通区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这招超级方便。我那个时候玩呢、啊，我啊，OK， 请你重飞，请没有，我就在这里抽了。我要是没抽到，我就从这里跳下去，好不好？我要是没抽到，我就从这里跳下去。好的，陈月哥。好了，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吗？投票都投好了吗？如果都准备好的话，就准备 go go 喽！来喽，3、2、1 ，ready， 十抽，来喽！第一个时候，金光啊，没有整天，没有整天都在金光的啦。那我们今天呢，哎，不一个一个看过去，我们今天呢都是 skip 给他过去。那阿谦，你一个金光，我一个金光，好不好？那接着换我，哎，再来10抽 ，go。我们抽到的是哎，紫光哦，没有金光哎，我抽到3只4星哎，我靠！好，各
赛三十抽 ，Let's go，Let's go。那三十抽呢，一样要进光，喂，进光嘞，喂，哎，哎，好的，究竟会不会歪呢？三二一 ，Go！ 歪啦，歪啦，歪一个，歪一个给他，歪一个给他，不要 ！Yes！ 刚刚有人说什么？我这个账号氪了大概150,000到200,000左右，到现在还没有办之前，哎，然后我的危险。我的那个老爷跟客勤是满命了，然后其他的都没有。我的账号超怪。我好像没有抽过勤，我没有抽过勤。这下你有喽。哎，我的账号经过了150,000的洗礼，我们的勤终于来了。没错。我们的勤终于来了。好的。下一个，现在目前三十车换阿谦 ，OK， 出了一个金光 ，OK， 来抽，哎，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阿谦来了，阿谦来了，来了，来了，耶，阿谦哪里？哎，哎，不过我想要啦，也可以啦，我也想要提那里，我爱，我也想要提那里 ，OK， 好，还行，还行，还行，我终于有提那里了。好的，我们现在目前四十抽嘛，对不对？我觉得提早出这些其实不差哎，对不对？很好，他至少不是那种，他至少不是那种七八十抽，草叶来，好了，来喽，来一个，110抽，有了吧？我的呢？我的呢？阿金还没有大手行抽哦，不是大手行抽，大小叶兰一起出。哇，好的，好了，现在目前我们110抽，来120手起，换我了啦，这个金一定是我的。台币当烟火在放哎、欸、哎、欸欸欸、金色，120你也要抽啊？哦你要等我抽完哎、欸、哦对哦对我120也要抽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啊你120要抽啊120没有没事哎、欸、我可能双蛋黄哎、欸。不可能啊！真的真的，相信我，来双蛋黄。可恶！好的，20抽有没有？我们现在目前一命而已。哎、欸，二十我按了。哎、欸，二十金光，我第二金光。哎、欸，我们一起按。OK， 来喽，三二一。水客勤我们改名好不好，我们去稍微改个名叫非洲兄弟，你觉得怎么样？不是、欸、我自从开台给你抽卡之后就不太对劲。不，你不能这样怪我，我也跟你一样、欸、是不是你在影响我？请你离开。有没有可能你在影响我？不是，是你在影响我、欸、你在影响 我自己开台抽卡从来没有这么的惨过哦、oh, 好啦，自从最近这几个月开始跟你一起抽卡就开始出现就变成这个样子来怎样啊？好啦，我们继续吧哎、欸、很快就出了、欸、20抽就出了。对啦 不要是那种七八十再出角色都没有问题。100抽啦、哦、OK 好100 Let's go 100能够出现、哦、不错了啦、啊、你有金光我有金光 OK 好 OK 好大家都要有这个100一定要有的好不好。我靠双蛋黄双蛋黄耶、欸、我靠双蛋黄耶、欸、哇哇塞哎、欸、所以我下一次小板要中才能够追得上你。对哇好猛啊！哎、欸，截图！哎、欸，等等，给我三秒钟，我截个图。这个一定要截图的，这个不截，对不起我。你等等截我的，我等一下会出现五蛋黄。你说什么？我没听到，对不起啊。没有，你等等截我的，我等一下会出现五蛋黄。啊，你说什么？我没听到，再说一次。不是啦，你的停那里又中，我好想要停那里哦。Let's go， 好啦，换你了。我可是停那里跳下去抽他的那个加倍池的男人。哦，然后抽一次，现在改投票还来得及吗？我把终结掉，等我一下。不行，哎、欸，不行，不可以这样子。
好了，来，我们现在目前是100球，还在合理范围内，好吧？哦，到底有没有？光给我一个！我以为要转金的，我以为啊、哦，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真的是把台币在当烟火在放哎、欸，来了60球 ，Go！ Go！ 把烟火金光了！哦，你金光了！喂 ，OK。就近，那阿胜会不会歪掉呢？60抽，哎、不要，没有，没有。莫娜，恭喜你呢！你好像连歪三把，我也是连歪三把啊。不过第三歪是双蛋黄啦，有点不太一样啦。啊，可能出了一点小意外啦。我们这边呢，凡事求一个圆啦。你要说两句好话哈，相信下一次绝对不歪。来，请说。喂，两句好话。喂，喂，有人在吗？说两句好话。百年好合，新年快乐。你要跳下去、啊、冷静点啊，失足，这边很危险的，下去会出人命、哦、我要是再没抽到的话，我只要歪掉一次，我就往下坠十公尺。我只要歪掉一次，我就往下坠十公尺。好的，各位，我们刚刚来到了多少？60还是70？六十，六十，六十。好的，接下来是70。来，换我，换我喊了，换我喊了。哎、欸、哎、欸，换你喊。哦哦，抢走我的金光是不是？来了！我靠！来了！我靠！啊，你怎么抽一个比我还要快啊？哇！逆转了，各位，各位逆转了，叶兰怕了，叶兰怕了。我靠！哇！果然是要下点马威啊！哇，今天的抽卡是怎样啊？哇，前前后后一直飙来飙去的，受不了了！哇，今天的抽卡好戏剧性哦！好啦，八十，剧本吧！来来来，八十，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的那一只要赶快出来了，来喽，来喽，按 ，Go！ 这个一定有金光的哦，啊，真的来了，真的来了！重点是要几只，来，准备好跳过来。五只、好，没有啦。哇，今天好紧张、你知道我刚刚的投票啊，从83%掉到81%，然后看到我抽到叶兰，又重回到了82%，是怎样？你们这群人跳来跳去的、欸，跳来跳去的、欸。还有70吗？你这个应该有了，你的这个应该有了，一定会亮金色。有了。你的还没有、我的还没有，因为你现在领先我10抽。莫娜，OK， 我们370抽，你要抽中一只莫娜。没有，你按掉可能双蛋黄，来，给你一点好处，来按掉，很像啦，很像，真的很像。来换我了哈，准备好了吗？80抽走起 ，Let's go！ 我的金光要来喽 ！No！ 来，不要歪，不要歪，不要歪，这边让我看一下哈，不要歪，不要歪哈，不要歪，叶兰，啊！水呀、啊，水呀、啊！要死一起死，要死一起死！等等，太夸张了，我们歪了四次，到现在没有，到现在没有中过哎、欸！到底在干嘛？到现在没有中过哎、欸！到底在干嘛？是怎样的、啊？到底在干嘛？好啊，好啊，非洲兄弟啊，换你了，什么酷酷兄弟啊，非洲兄弟，好不好？好来 ，Ready go！ 东西呢？哦，来了！哦，你的来了，来了，对，你的会比我快十抽。OK， 有了，大小叶兰又出现，那换阿谦。我的要160，我们刚刚多算十抽，我们刚刚多算十抽，现在才要150啊，现在才是150，准备喽，对，准备喽，3、2、1 ，Go， 150，150，你也要抽，你也要抽，我的还没，还没来耶，好惨哦，好了，要来160喽，3、2、1，160，我一只叶兰160，啊，我一只叶兰160，好惨哦，来啊，有种开双蛋黄给我啊。想太多了，那先这个样子，准备喽，我们要从就重新开始算起哦，准备喽，3、2、1 ，Ready Go， 起冲！哇，
石抽有没有？石抽大没有。来，哎，换我好不好？可不可以我先喊？我们改变一下策略，我们两个人一起欧好不好？不要这样子 ，OK 吗？来，换我喊二十来了。绝对不会歪，我喊绝对不会歪，二十。你要确定的，真的真的，来快一点，来三十， 30, 走起。哇，这么快，这么快，这么快的、啊。来了，来了，金光。哇，你的好快哦。来，不会歪，来不会歪，你的不会歪。哦、叶兰，叶兰不会歪，相信我，叶兰，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漂亮的，你是最赞的，叶兰，来吧，叶兰，会你是最赞的 ，yes yes yes。可恶！三二一 ，ready go go， 该金光了吧？哦，来了吗？小宝来了！乱讲，乱讲，一定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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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一定出，隔壁一定出，究竟究竟究竟有没有？有，给我看那胸有大志的，胸有大志的叶兰吧！有，出来吧，叶兰，一定一定有。一定要快点！耶！终于没歪了。好哎、欸，好了，我们剩最后一支。哇，好快！哎、欸，跟你们讲一下，我们总抽数520抽五支、嗯，目前还算在合理范围内，我觉得。对对对就大家别看我们今天都是一直一直一直的很非洲一直歪掉，但我们歪掉的都算早，对不对？对，没错。所以平均下来，我们现在平均是100到120是一只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才520就五只嘞，也就代表说，虽然我们今天歪掉歪的很多，但是好不好？我们出的都还蛮早的，所以现在是普通人，好不好？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最后的这几抽了，好吗？来我换我喊吗？换我喊了吧。你喊，来哦！你喊有料哎、欸，我喊不行哎、欸。好，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来十抽 ，Let's go！ 嘿，进十抽，进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人在天天过年的。好，来，准备好了，来二十抽，准备 go！ OK， 二十，来来上！哇，进了！阿杰的金光，二十斤，阿杰的金光，七七。恭喜恭喜！啊，怎么会？双蛋黄 ！What the fuck！ 我赢了！双蛋黄！那个好像这个阿诺尼。这个有人抖内说报告班长，我今天退伍，给你好运，七七七七七。你晚了五分钟了。我今天两次上蛋黄哎、欸。What happened? What the heck? What happened? 好的，那个你继续帮我数，哎、欸，上面那个投票比例又变了啦。好，我继续帮你数，你继续说，我已经停了。来，加油。80，这里一定有。一定有，聊天室有人说阿神你没事吧？没事啊，没事啊！不要歪，不会歪，绝对不会歪。再来喽，再来，二三，啊！哈对不起，太好笑了。摔死他了，摔死他了，摔死他了，赶快啦！来，我们要签，我们刚刚80嘛，来90，我帮你数90，九十九十九十，哎，这不说话什么意思？就是100。100，不行，要出了，出了，没有啦，出了吧，160，哇靠，你到160，直接，哎、欸，这边不要两只，这边直接玩，啊、哦，没有了吧，结束了，哎呀，啊，给大家报告一下战绩。阿神680抽，抽满6支，没错。我540抽，抽满6支，这样子，没错。好，那我们还有这个东西要抽哎、欸啊，对，还有这个东西要抽哎、欸，哎、欸，你还没有结束哎、欸，各位，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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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这边想要帮你改变一下的东西，你认真听我说，我分析给你听。你说，你说。当然呢，我们护魔之杖是越多越好，但是如果你不抽胡桃的话，你要护魔之杖干嘛？如果你等一下武器抽超好，你直接出护魔之杖。我告诉你，如果他出了一只护魔之杖，我先给钟离；如果他出了第二只护魔之杖，我给我的，我就抽胡桃。但如果前面就出了弱水的话，我就不抽了，好不好？哦，好，也可以。那我这边一样，我就定规划。对对对，那我就定我的一样，我就定我的护魔之杖，我不变，因为我顶一下有多的石头，我说不定会抽胡桃这样子。好的。在这边跟大家说好，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会跟阿谦一起开台玩原神。我在这个地方再一次的说，我在这里从此之后跟阿谦绝交。要不共，不跟他一起玩原神，不共戴天之仇。是，没错，没错。我们都准备好的话，就准备了。哎，东西呢？六十抽哦，三二一 ，ready go， 来，有没有进？有了，一起，好了，我们一起开。好的。热水啊，热水来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没有热水的话，我是讲认真的，我真的再也没有啦，跟你抽卡了。好不好？就算我知道米哈游不会花钱找 YouTuber，、啊、但是就算米哈游一个月给我500万，我都不会跟你一起抽卡。你认真听我说，你先冷静一点。出弱水跟护魔，我们都还是好朋友，因为护魔的几率比较高。你要想好这件事情。如果你出厕纸啊、天空之刃，那我们再来考虑绝交，怎么样？好不好？讲个条件没有考虑，就是绝交。啊啊啊！来，三二一。我还以为是狗，我刚才要兴奋的大叫，你知道吗？三二一，啊啊！欸，你平常是不是有做什么坏事啊？我最近很常就是牵老奶奶过马路，做好事，捡垃圾、扫地、打扫房间，就最近很常做一些好事这样子。真的，我平常都有做很多，我有累积很多功德。对，虽然我不觉得又见风俗。最近我还吃素啊，无好友。对，我的那个呢，就是肉类的东西我吃比较少。最近就是走一个化缘的路线，你知道吗？对，化缘的路线。怎么办？继续吧。你还要再抽吗？我护魔还没抽啊，我抽就好了。我也要抽啊，护魔我也要啊。你也要护魔？要啊。三二一，一起啦，哎。痛苦，我陪你一起承担啊，对不对？我是那种说不抽就不抽的人吗？我是那种人吗？我抽到新的武器，哎，千眼古剑。OK， 收起来。不要哭，我再安慰一下。三二一 ，Go Go。抽不到哎，哦，金光来了，来了，出了，早出金，出了，要了吧，各位，要了。这个是你最后一次可以挽救。我跟阿谦两个人会不会就是之间的友谊，这是我们修复我们的友谊小船。现在小船上面千疮百孔，好不好？如果他出了护魔或者是弱水的话，他就很像是强力胶一样，能够稍微啊，不是强力胶，强力胶可能太强了。如果他出双蛋黄才是强力胶，对啊，如果不是出双蛋黄有中的话，他勉强算是胶带啊，没有的话呢，掉下来的是什么斧头？好吧，我砍的不是船，我砍的是你，来喽。有嘛？我就说一定会出的。可是我要弱水啊！啊，我要弱水啊！那怎么办？我夜来要的是弱水，我要继续抽啊！那你要不要换个定轨？还是你要继续定？要继续定啊，继续还是他？我没差，我不关我事哦，这你自己决定的哦。你要玩反向定轨哦，是你哦，不是我哦。再来一个。没关系啊，我这边都陪你抽，真的没关系，我这边都陪你抽。还是没有。算你的数字就好。弱水就好了。Okay, 好，可以，三二一 ，Go！ 来了，八来了，八来了。哎，我亮金光，哦，阿谦达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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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看一下阿庆会出现。啊、这是谁？给我们的迪卢克，给我们的迪卢克。哎、欸，狼的末路、欸，哎，千的末路。神迁的末路，神迁的末路，我们有友谊的末路，请帮我把这个狼的打一个叉叉，写友谊的末路这样子。友谊的末路、欸，友谊的末路来了，最后了，打我一个 ，Go， 金光，啊，出了金光啊，究竟有没有弱水呢？弱水，给他来一个弱水，来，我帮你拉大，给你力量。要是这次没有中弱水的话，我就把账单寄给阿贤。好，哎，不是你第二个就不是做好事，你为什么要乱说话？哦呀，怎么会这样子？我在落水的，三十上啊，三十有没有、啊？来了，我的来了，是没有，来两把要不要？来两把怎么说？来，一定，这是一定来的。我按了，我按了，三一 go。哎，没有，没，结束一定来的、啊。哦、我满定鬼了啦！哦，你满定鬼了吗？对啊，我结束了，换你了，剩你了，我抽完了。是你不抽了，换我了，只要我了。我各一只，我已经结束了，换你了。三二一，抽！差不多该出来了吧？现在太急了。有！出了出了出了！可以管台湾？按你的落水要什么时候才会出？哦，哎、欸，你刚刚抽两个五星吗？打开你的包包，然后打武器。我那是多一本书。哦，是封原点哎。哦哦，垃圾，垃圾啊！还有一定鬼啊！我这是要改还是不改啦？哦，我靠！哎，对他直接送你一个定鬼。不是我这，我你要我说一句公道话吗？你说。我说一句公道话，就是好好的把这个护魔抽出来啊！我觉得很浪费，毕竟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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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游戏真的好好玩！抽 ，What happened 啊？我不知道要来了。弱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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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把弱水给他。但是又一把护魔之杖，说不定双蛋黄吗？请你赶快改成弱水，赶紧的。嗯，谢谢。对，这样就对了，这样就对了。你以为我只要抽一把那个护魔吗？没有，好不好？我要抽的就是三把护魔，然后现在直接实抽出弱水，直接实抽出弱水，游戏毕业，好不好？对，没错，来，谢谢各位，芭芭拉有水啊，最后实抽，来，绝对中弱水，海底捞月弱水，简单，游戏结束，海底捞月，没错，来了，直接游戏结束，就是这里，没有的话 ，forever， 不可能没有，不可能没有，绝对弱水，我看到了，如果这次再真的，不可能没有。我就再也不可能没有弱水跟阿谦开台了，不可能没有，一定是弱水，百分之百。怎么抽的？你到底在抽什么？你要去哪？还是我们这边一个护魔满金？我在看我家阳台在哪。啊，不是，你认真听我说，你不觉得护魔满金超帅吗？给胡桃的话，胡桃一命护魔满金，哇，那个上限拉到最高，我跟你讲，跟鬼一样。我陪你，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陪你，真的。来，你说，身为你十几年的好朋友，你现在想要说什么？你说吧。不是，
我们可能就只能够当十几年的好朋友，就啊、哦哦、已经到底了，是不是？我们可以重新交朋友啊，不是？我们可以先断交，然后我们再重新结为好朋友，重新开始算，就在2020。这游戏要落水去哪啦？啊？我也不知道啊，落水去哪？这一单出不出得来啊？可以啦，出不出得来啊？一单一定出。落水。你是护魔传人啊？你看吧，五把了，哎、欸，你超，我没有胡子。你是护魔的传人呢、欸？不要再给我，我要把胡桃再揪出来吗？你的意思？先把这件事情解决，我们再来解决下一件事情，你觉得怎么样呢？来了啦，来了啦！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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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水，你最爱的。出现了、啊。你最爱的若水来了。我为了找你，把我的护魔都抽到满金了。好的，各位，我们还有一点充数。怎么样？想拼胡桃、哦？对，我们今天就把胡桃抽出来了啦，好不好？哇，好，我在那看你表演，来，来，我今天大家就把胡桃抽出来了。我在这边。100，我跟你讲啊，大概十几二十抽就出了啦，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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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十几二十抽出了，我这边直接帮你加油。OK， 我们要准备上喽。70抽，我帮你数，七十，七十，金了，啊，提早出。还记得阿神，你还记得你跟我玩的时候，你说，哎、欸，七十抽前都是超哦，来，你超哦。75抽前只要不要歪掉，我们都会是。最棒的都会是最棒的，对，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最后一次跟阿谦开台了，谢谢各位，看我们原神开台、欸、看了那么久，我们从 2.7 开始入坑，第一次玩原神，然后抽了夜兰，那这一次我终于圆梦了。我每一次原神这款游戏就是米哈游，希望你们就是我不知道，我300万订阅，虽然观看数大概只有十几二十万，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没有曾经看过我的影片。但如果你们有看过我的影片的话，你要知道每一次开台我都有直播，那每一次不是每一次改版我都有直播，每一个角色我从我入坑来没有错过任何一个五星的角色，有些男角有跳过，但基本上来说女性的角色我全部都有抽。然后我在这款游戏加上今天已经花了二十几万了。如果可以的话，不要让我今天结束了这么的难看，好不好？三二一，好，那我再继续讲。太久了，来了吗？准备好了吗？来喽，各位，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如果各位喜欢的话，大到了喜欢，给他揍下去。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三二一，胡桃，胡桃结束。哎、欸，阿神。等阿神，等，干嘛啦？听说胡桃一命比较好用哦，他可以多带2-3次的重击，有没有兴趣？啊，胡桃那么多命，剩下的都是容错率，但是一命是唯一可以增加他 DPS， 好不好？火 C 最强的这个能力啊，一命，你考虑一下，我只是给你一个建议。对，毕竟我做一点小功课嘛，对不对？你也知道，我相信你也知道，胡桃一命差很多，一定。现在喜欢4300了，嗯，4500好不好？对。哎、欸，4500，再200个人点一下。4500有没有？不是，大家不要一直说我是恶魔的地狱，我是什么什么化身，什么恶魔的化身什么的，不是。我已经花了二十几万在玩这款游戏了。不是，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胡桃的一命 DPS 真的就是大幅提升，他的重击可以多打，啊、对不对嘛？他可以重击多2-3下，那个伤害差很多。我没有在说笑的，真的，而且要满金的，满金护魔哎、欸！哇靠，阿神，你以后我见到你就是胡桃的形状了。嗯、开始抽了，好快啊！直抽，来喽，三二一 ，Go！我们的71抽，进，上吧，胡桃，水啦，太神啦！你看吧，我就说吧，你看哦，真的是，我讲太多了，哇，我的天，来，谁是你最好的朋友？阿神，大声说出来。
谢谢企鹅抖内380，你敢抖个贼巴士？哇靠，这人，这人，这人！